它打开了，跳完了，终于打开了。唉，可能因为在日本，然后它那个，我之前有一次在日本的时候，就是在京都跟丹妮，我们俩都开不了直播，不知道为什么，嗨，晚上好。就说那个口袋四八接口有问题。口袋四八，赶紧搞搞吧。只有你黑屏吗？我不知道，你要问他们。我反正挺好的，我反正能看到我自己。海外会突然连不上吗？那就是口袋四八的问题了。对，他们说海外是会突然连不上我之前。懒得换，回头再说吧。翻好了，回墙里。没有黑屏，那就好。晚上好。是啊，我好累。太累了。我们来我唱歌吧，我们来唱。唱微信爱。微信爱怎么唱？微信里的哥哥，我想你。微信里的哥哥，我爱你。虽然我知道只是在虚拟，可是妹妹心里有了你。我唱，你的微博美女有那么多，原来我也只是其中一个。下一句是什么？忘了，难过哒到哒底哒为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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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哒，不够热火，你伤的不伤起，真的伤不起。起。啊，守夜有一朋友在札幌开了麻辣烫店，哈哈。我们刚出去的时候，到处都是中华料理，什么饺子，对什啊，么。我觉得日本人很喜欢吃中国料理。对啊。伤不起，真真的的伤伤不不起。起，我想你想你想你想的昏天你黑说摇地。了你，我就摇了你。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我不管，今天必须听我的。我说了算，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他们说唱《玫瑰花的葬礼不了，那首歌不能随便唱，唱多了大家就腻了。》，是吗？最近流行微信爱，还是要唱点流行歌曲。微信爱，我们唱对，QQ 爱第一啊，次微信喂到了喂到了你，你，噔噔噔难道不是应该是摇到了你噔噔噔噔噔，吗？没有先喂，然后再摇，噔噔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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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摇到了你，帅帅的你，身穿好的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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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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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里的哥哥，我我想想你；你。微信里的哥哥，我爱你。虽然我知道只是在虚拟，可是妹妹心里有了你。这首歌叫《微信爱对。》，就是很久以前有一首歌叫《QQ 爱》，你们知道吗？那首歌是这么唱，啊，QQ 爱，许这是假。什么？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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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Oh QQI，是真是假才明白。哒哒哒哒哒哒哒以哒，前有很多土味的歌，什么？以后你们要是在我的房间，要是找着对象的话，那以后就要编一首歌叫《口袋爱》了。口袋爱，还有，狼爱上羊。爱爱的的疯疯狂，狂，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场。还有什么来着？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是我我鼻鼻子子犯犯的的罪，罪。不该嗅的。开电视吧，他遥的控器美，呢？这个点应该有点晚间节目。因为我们不知道聊什么，我们就唱歌呀。你的微博美女有那么多，原来我也只是其中一个。这首歌送给粉丝。说的就是你们，说对的就呀、啊。是你们。你的微博美女有那么多，
原来我也只是其中。这也太真实了。怎么换台呀？怎么换台呀？我看。完了，我也看不懂。怎么用啊？我来研究一下。哎呦。怎么换台呀？它现在是这样子的。它现在是这样子的。然后，怎么搞啊？我没戴眼镜，我不是跟你们说我今天长倒睫嘛，然后就睫毛戳眼睛，就是这边睫毛，然后一直在戳眼睛，我就把眼镜摘了。我一开始以为是隐形眼镜的问题，后来发现是睫毛。我像个卖遥控器的，就是我点了那个，像就是那个 CHANNEL 那个没有任何反应，按那个箭头，箭头也没有反应啊，李星宇的遥控器 switch on。啊，TV，OK，OK，好了，有了，开始了。你们是天才，谢谢，哇，梵高的向日葵，向日葵怎么唱的来着？摇曳在风中的金色的模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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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新演员呢？哎，是这个节目哎。这是什么节目？就是那个，挺好玩的一个节目。他们怎么在打架呢？看不懂他们在干什他们么。在干嘛？为什么在打架？新演员就是唱那个练 dance 的那个，怎么唱来着？我感觉日本的综艺都长得很像，他们那个。这个综艺我知道。啊。挺有名的一个节目，就是唱那个练 dance 那个怎么唱来着？反正就是，我好像有听过这个。不那个，哎，逃避可耻但有用。我睫毛又戳眼睛。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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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BGM 就是这个呀。嗯，你听。做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哎，这节目太容易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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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避可耻，但很爽啊，是很爽啊。逃避可耻，但有用。但真的很爽啊！这没得说啊，就是真的很有用，然后也很爽啊。可能有的逃避真的没用，但是真的很爽就对了。18几年。他们独身啊，单身38岁，谜一样的私生活公开，开听一下他私生活是什么样的。单身48岁。朋友啊什么的。音乐也是自己做 CD。你还可以听懂，我都不知道他。看字幕啊。啊，真的吗？我只能看上面那个字母，我只能连蒙带猜，我也不懂，我也看不懂。我也看不懂。街上的 CD 店。我以为菲菲是能够听得懂，没想到她是看日语字幕里面的中文。自己买了3张吗？对啊，就是只能连蒙带跳，我真的听不是很能听得懂。我也觉得，我觉得韩语真的对我来说很难懂，日语的话能连蒙带猜一下。换个台。
是什么晚间剧？哇，这个我看得懂，是鱿鱼。这是美食节目。美食节目。Pasta。哇。Pasta。好漂亮哦，亮晶晶的。哇，好多鱿鱼。鱿鱼。最顶级的新鲜度。そして。全国でも。水が入ってるさ。これ何が入ってると思います？是啊，日本的所有节目的那个字幕的版式，还有做那个上面的特效，全都是一毛一样的，全是那种超大字体。对啊。打广告，这个广告都特别有创意。对呀、啊。どうしたの？啊，我看懂了，这是一个厨卫的，还有除菌的广告。啊。就这个又可以除菌，然后还有香味。可以买一个这个，然后就可以喷地毯除菌。我之前去京都的时候，反正电视每次在放京都的动漫，在放上京以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上京。马奇卡。我得习惯眯眼。啊 ，SK two 的广告，渡边直美。哦，九米吗？为什么我们看？啊，是他哎、欸！津津有味。是这个。我也知道他，他之前不是那个学那个谁跳舞的。开始了，开始了，回来了，打开看看里面的鱿鱼，哇，还是活的哎，哇，还是活的哎，我饿了，我先拿点吃的。看它在里面动，好新鲜，太新鲜了吧，哇，刺激。最高的状态，韩馆的哎，韩馆的，韩馆，嗯，他说韩馆有一个地方看夜景非常的漂亮，可是日本这边像是没有私生活夜哦晚夜生活一样，外面都已经黑了，有什么夜景好看呢？我刚一打开房间，我想看夜景，结果外面一片黢黑。他们到底要对这个鱿鱼干什么啊？要吃赶紧吃啊！然后就只是说它包装非常的新鲜，它到现在还活着。那你要吃赶紧吃嘛！先感慨一下它的包装究竟有多好，然后是有多新鲜。夜生活只有歌舞伎厅了哦，日本也就东京大阪晚上热闹哦，这样子的哦。撒谎没有夜生活。是啊。直播有很早吗？我们这边已经10点多了。我们已经十点了。对啊，我粉丝说难得看这么早的直播。名古屋 SKE 那里晚上，名古屋在哪里啊？名古屋
好像离大阪挺近的。还有居酒屋，哦吼。哦，看起来好好吃，我想吃芥末章鱼了。这个也好好吃，你要尝一下吗？啊，粘度蛋糕。我不吃，晚上吃这个你不干吗？会干，我看电视节目看饿了，你知道吗？是吗？嗯。我现在好饱啊。对，我本来也是饱。哦，鱿鱼圈圈。它这个酱料，味噌酱料到底是什么？我看它做什么都加那个，哦，深夜食堂是哪个国家？对呀，深夜食堂明明是日本的，可是这边没有夜生活。哦，味噌的味道在嘴里融合出来。哇，把鱿鱼打碎。Oh my god. 为什么要打碎呢？啊。然后把其他酱料混在一起，把打碎的鱿鱼混在一起，然后，哦，像是虾滑一样的，哦不对，天妇罗。天妇罗。万物皆可天妇罗。我喜欢天妇罗。其实这应该不算天妇罗，应该就是油炸吧。炸鱿鱼。对，油炸碎章鱼。鱿鱼。这个是在鱿鱼的肚子里面塞东西进去，然后要做什么？哇，塞的是米酒吗？什么奇怪的做法？超人气，这看着就不是很想吃啊！咦，看着就不是很想吃。还有了。我也觉得天妇罗好腻啊，我不喜欢吃天妇罗，太油了，我感觉。换个台。看有没有英翻。英，看看呢，这个点有英翻吗？都十点了。十点多了。全是广告。慢点。哦，这是电影吧。啊，杀人事件。脑科学者。什么？哦。很好吃啊，为什么要这样？啊，为了骗保险金的杀人事件，她把她老公杀了。啊。结婚十七年了。吉田純子に下された判決は。他判決是什么？被告人を死刑に。死刑。哦。死刑ね。吉田純子は死刑を宣告された。哦。その瞬間を法廷で見ていた森氏は忘れられない記憶があるという。永远无法忘怀的记忆。哦，他最后听到那个女的被判死刑之后，他欣慰了。嗯。这太过分了吧！天哪！そして、2016年3月25日。16年。女性としては戦後五人目の死刑が執行された。哇哦！我看不懂呀，刘亦菲不是在解说吗？怎么又是吃的节目啊？日本喜欢深夜报社。茶汤。それは。それは。这好像抹茶。对啊，就是抹茶。
くるくると器を回すなどのいくつものルールにのっとって体内に摂取する行為。他好像就这几个台。好吧，又转了一圈，又到新演员了。我觉得还不如看那个鱿鱼。看他们吃各种鱿鱼。看广告。洗个衣服，戏怎么那么多呢？几个洗衣液洗那么多？得笑呢，得笑呢。哦，是的吧？阴阳师广告不是这个，阴阳师广告是另一个，做的可好看了。而且这段时间应该也没有做阴阳师的推广。我第一次那个原出来，我就觉得好像桃花妖。ご紹介しよう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ね、知られざる星野源の素顔。おおっと絶叫しております。おお。ヘルシェイク矢野の紙芝居を生で見たい。ズズジュ。あ、これは星野さんがなんかリクエストなんですか。星野さん。そうなんです。番組で。このすごい紙芝居をやる方々が AC に来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の人たちの作品がヘルシェイク矢野って作品で見たことがない芝居だったんですよ。それが生で見たら、我前几天不是在上海就外面舞蹈教室上了一些课，然后人家就问我，说你们团的人都长那么瘦吗？我说我在我们团算长得胖的。那我在我们团算是非常胖的了。对呀，我就这么说的。ご紹介しましょう、足立徹さん、板倉俊介さんの2人による映像制作ユニット、你不要乱讲ほ、我是听得懂的ほ。安全運転のしおりで、文化庁メディア芸術祭、審査委員会審査作品。我们还是看那个鱿鱼吧，我觉得还是那个鱿鱼好看。週末のデモは、啊、在报道香港的事情哎。啊，日本也会放这个吗？天哪，不看了。関係者に混乱や不安を生じさせないため、急ぎバンクミーティングを開く必要がある。这是广告。スポンサーありきの再建案で理解を求めるしかなかった。立木ホテルは亡くなった立木社長の息子さんである武田さんが代表取締。啊，看鱿鱼吧，还是看那个鱿鱼吧，还是韩馆。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哇，那么大一只鱿鱼，哦，人工受精世界级的。哦，应该是他们培育的鱿鱼。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研究个鱿鱼研究了这么久。いつから盛んに？函館の漁業の中心はニシンとイワシ。イカの水揚げは産業としては非常に等しかったのです。什么叫印度语啊？我在学日语。明治の初めぐらいにですね。明治时期初学期函馆的那啥子的，函館にイカ漁を伝えたのは佐渡の。哇，这个小岛好可爱呀、啊，像个 H。哦，像个闪电，这个小岛像个闪电，好可爱。啊，这个动画。
島周辺で取れない時期にはイカを追って全国に進出。全国に。そんな中たどり着いたのがイカが豊富なのにほとんど取られていなかった函館。函館。佐渡の漁師が次々移り住み、イカ漁の技術を広めました。水揚げ高は。おお、好多鱿鱼。函館はいつしかイカの町に。我们明天就可以吃了，这边很多海鲜。嗯。我们还可以吃螃蟹。明天目标就是吃海鲜吧。对，明天吃海鲜，今天吃烤肉。今天吃的那家烤肉好好吃。好吃。超好吃。歴史の意外なつながりが日本屈指のイカの街を生んだのです。一方こちらは日本海のとある浜辺。不知道干什么就跟他一起。バーベキューですかね。バーベキューですね。バーベキュー。わーバーベキュー。ところがよーく見るとそこにはありえない光景が。光景が。おお。おお。おお。バーベキューなのに。バーベキュ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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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小姐姐，漂亮小姐姐。漂亮小姐姐吃烤肉。我今天在微博上面搜炸。哦，这又是什么？搜出来全是河内的反图。我来想搜炸好方便。哦，这是拿那个什么烧什么什么烧卷卷着吃，他应该是现在在安利外面的那个东西。完了，看了我想吃。漂亮小姐姐。好多吃的，就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嘛？像是我觉得像是豆腐皮一样的东西，就各像是各种豆制品，这不是海鲜，不是海鲜，不是海鲜，这个就像是豆腐皮那种感觉像。那到底是什么嘛？看得我都饿了。这什么东西嘛？像是鸡蛋饼，然后又像是豆腐皮。日本豆腐。豆腐吗？鱼豆腐哦，鱼豆腐。了解了，谢谢你们。ということで。日本一。大調査。好好听啊，这个声音。就是豆腐啊，嗯哼，带有调味的豆制品，懂了。感激。感激。食べてみる価値あり？あり？こちら出てきた器には巨大なおげか。おお。わあ、那么大一盆。但我肯定不喜欢吃这种，因为我不喜欢吃豆制品。啊，下面铺了一碗面。お蕎麦屋さん。950。你在大根吃什么吗？大根。萝卜。然后他们很喜欢把那个萝卜就是剁成泥，然后那个萝卜泥还挺好吃的。
就是我觉得现在这碗很好吃的萝卜的吃法了，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吃萝卜，但它切成泥的时候反而就很清爽，很好吃。对，白萝卜。このお店を訪れるほぼ全員が頼むという料理。料理。どうやらこちらがその料理のようです。什么料理？豆腐料理吧。哦，对，因为在日本豆腐料理特别贵。你看，又是豆腐。其实这个豆腐有什么好吃的呢？我觉得很一般。他们特别爱吃豆腐，不知道为什么。豆制品是确实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很难吃。我也觉得，你知道我之前在日本的时候吃那个豆腐火锅吗？当时录节目，然后就点了最贵的，然后那个豆腐锅是一锅3000人民币，然后我觉得就是中国菜市场10块钱就能买到的材料，就是那种青菜，然后水煮，然后白豆腐。太贵了。太贵了。然后当时我们录节目，那个节目组说是在日本只有有钱人才能来吃豆腐，油豆腐。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吃的？为什么一直在介绍这个？还不如介绍鱿鱼呢。日本要好多好多鳗鱼。还不如介绍鱿鱼呢。对这个豆腐完全没有兴趣。因为在中国吃到的豆腐太多了。我喜欢吃豆腐干，是我们达州那边有一种豆腐干，贼好吃，可以烤烧烤的那种。灯影牛肉丝啊，那个也好吃。我好喜欢那个，我最近吃那个。就烤烧烤烤的那种豆腐干，叠成三叠红色的，就是我之前发朋友发微博有发过那种烤豆干，贼好吃，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豆制品。对，我微博发过，也只有那种豆腐干好吃，其他那种豆干都不叫豆干好吗？什么东西？JC 女子中学生。不能放葱花，香菜也不许用油。对啊，我不行。也不许在里面夹折耳根。必须要玫瑰豆干就好了。观音豆干不一样好吗？观音豆干又是另外一种豆干了，世界上有很多种豆干的，观音豆干我也喜欢吃。你看他们就对着这个豆腐各种煮各种煮，然后煮成汤。哪那么喜欢吃这个豆腐，这个豆腐就很像那种油豆腐。我觉得就很像油豆腐。来到了日本就没有办法减肥了。我喜欢吃凉拌折耳根，但是我不喜欢把它加在其他的东西里面。对啊，鱼腥草。どうし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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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雲公は浄土真宗の開祖親鸞聖人の御恩に報い思いを馳せる集まりなのですが、参加者の皆さんが突然移動。移動。すい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どこ行かれるん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アブラゲを食べに行くんです。急に揚げを食べに行く。急に油揚げ食べに行く。ついて行ってみると、めちゃくちゃ大きな油揚げ入ってます。皆さんどうですか。他们又在吃那个，到底有什么好吃的那个东西？嗯，它就是油豆腐吧？有什么好吃的？是芋头吗？毎年みんなでこのお弁当をいただくのが決まりなんだそうです。可是刚刚他在介绍鱿鱼，然后鱿鱼介绍完了，再介绍这个东西。不可思议的行动是什么？打包回去吗？打包回家吗？拜拜。UHB の明日のラインナップは？下次见哦。我也要关了，再见。拜拜。拜拜。拜拜。おやすみなさい。